国药海风第七中队，地对海飞弹发起准备。报告司令，海风中队早已自鹤田山营区出发，进驻在市区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注意射速，不让解放军有喘一口气机会。是的，司令，海风中队，听令，发射。系统侦测到另一批台军导弹接近。什么平台？是战机还是潜舰？不，这次是从岸上来，貌似学校操场。卫星探测到台湾岛花莲市区有鱼叉地海飞弹车在活动，数量一个中队。有鱼叉，台湾到底买了多少鱼叉？美军标准配置，陆攻型鱼叉导弹一个中队有八台发射车。一台雷达车，共32枚。32枚，我们的舰队守得住吗？这一波次超过4枚、8枚，共有16枚。西宁号和乌鲁木齐号驱潜防御，进迫系统最大输出。西宁号、乌鲁木齐号，这里是辽宁号，你们的护航职责是在航母前方以我为基准，成前梯型列队。路上发射，还用城市为其掩护，我们防不胜防。司令员，我们抢先发射鹰击18，把台军导弹车的所在地给抹平了。长官，但那里是座学校，如果我们开火打，全世界都会指责我们的解放军。这就是战争，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过。怕输的人赢不了，战场环境瞬息万变，但只要保持住我航母实力，才有可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化险为夷。保住航母，航母优先。司令员，至少把受损成都舰和补给舰先撤到安全海域。同意，立刻办。检测到导弹来袭，距离30秒。检测到导弹，海风袭视，发射。鱼叉导弹，水陆两栖击中，风炮准备。锁定敌方导弹，副炮发射。舰长，乌鲁木齐舰长，注意拦截窗口内有变轨导弹。辽宁舰，我们的雷达系统已经到极限，距离3秒内的导弹将无法再防御。乌鲁木齐号，全员撞击准备。
这里是辽宁号，你舰受损程度如何？辽宁号，我们的火炮不够了，无法再对地导弹造成杀伤。乌鲁木齐号，这里是辽宁号，你们还能继续作战吗？敌机导弹碎片打穿了我们船体，被击穿三处，均位于水线以上，水线以下没有进水，伤亡统计马上出来，长官。司令员，我们护卫舰队损耗四已有三，必须请求海军速派援军。援军？你以为舰队是随便就可以搓出来的吗？再这样下去，难道要我们母舰都也上前线吗？舰队长，我们不能配合敌军进攻而撤退。报告司令，暗射鱼叉飞弹的攻击暂停了。我不是说不要让解放军有喘一口气的机会吗？鱼叉多波次攻击和解放军反击，让美军负责观测的 P8A 害怕放到榴弹误击，以致转向无法提前观测解放军舰队动向。万事靠美军还是不行，那让我们的瑞渊无人机出动吧。是，海风中队，司令已经授权你动用瑞渊无人机。我就是要让敌军司令官焦躁不安。司令员，发现台军的无人机靠近。台军无人机，发现到了什么吗？雷达方位稳定在洞沟腰，从岸上来，十有八九是台军的瑞渊无人机。舰队长，你怎么看待这个？司令员，要看得到，才能打得到。台军可能需要标会下一次攻击的半径范围。开火打下来，司令员，事不宜迟啊。一架无人机其实无关痛痒，重点是台军现在在想什么。看来他们是打算将我们逼出海岸线。如果不往东，往西，西南西北都会尽靠近日本的与那国岛。与那国岛，那可是日本的海域，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这个的意思？美日惧怕核战争，绝不会同中国开火。在日本海域，即使是朝着台湾开火，美日基舰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长官，我们现在这状态再去跟美日搏火吗？你们要知道，我解放军随时都会面对生死的考验，你们当中谁没有做好为国献身的准备，现在就可以退出。传令全军从攻击转入防守阵型，设定航速六节，倒车，放慢速度再后退。无人机肯定看到我们的动作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能吃肉也能吃屎，这个仗能不能再打下去就看台军了。海风中队报告，瑞渊的信号，辽宁号航母舰队应该是已经后退。很好，想必他们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。还有多久可以到达汇合点 X？ 大约四个小时，司令。解放军撤退的消息应该很快就会透过美军传递给台湾，我们必须尽快向 X 点移动。遵命长官，玉山号提升到22节最高航速。蔡少将，你对接下来的塔飞行动何有异议？兵书上说，穷寇莫追，敌军舰队一步正在败逃，我们是否该见好就收呢？也许解放军正在思考我们所思考的问题。报告，基隆号、明船舰和逢甲舰已经收到辽宁号撤退的讯息，请求准许战斗。司令，不允许驻留舰队继续保持目前航行的位置，直到 RC-135 到达定位。是，司令。另外，美军又加派了一架白羊座与我们伴航。打老共，有军事越多越好。
报，北方海面发现两个信号目标。长官，更正，战情中心发现了三个信号目标，皆位于辽宁号船首右舷。来了，终于来了。什么来了？台军的最后底牌，舰队长报告目标详情。水面雷达发现北边出现三艘航舰，他们正朝着我们航行。台湾海军的大部不应该还在东沙吗？一艘基隆级和两艘成功级，很可能是基隆港留守的驻在舰队。舰队长，我下令南昌号和湘潭号脱离监控，每日行动，向我舰收拢。航空场。我们不是还有四架备援飞鲨？司令员，四架备援飞鲨是在甲板上随时待命，准备补位和接应之用的战机。我要你指派其中的两架，往南拦截玉山号。还有，舰队长，我要郑州号出列，往北去对战海军的驻留舰队。司令员。一艘052C 要对抗三艘台军舰队。舰队长是一艘古董，两艘巡逻艇。血债要血偿，三舰换四舰，所有战机挂载鹰击91反舰导弹。鹰击91威力大，射程远，还是超音速打台军古董，我竟觉得过分了点。台军基隆级虽有两座方阵进破武器，但成功级只有一座，用方阵炮面对超音速鹰击导弹，我军确实胜券在握。是，司令员，两架飞鲨往南，另两架往北迎战台军舰队。飞鲨南队，这里辽宁号，拦截目标是台军玉山舰，拦截前20海里时通知我。遵命，长官。在这里击溃台湾海军主力。假如北京领导在这里，他一定说给我狠狠地打，用力地鞭。台军也许赢了先手，但解放军会让他们全部都输回来。